家下午好，欢迎收看呢今天的 A 股全通节目。那么来看一下盘面表现。那今天呢，这个两市是出现反弹，那上证综指收报3477点，涨了1.45%；沪深三百呢收报4835点，涨了1.4%。那创业板指呢是反弹3.61%，收报呢3293点。那两市成交金额呢，今天进一步放大到1.3万亿。港资呢是净流入18.231亿，那沪指呢今天回升之后啊，这个企稳了20日线，那一些题材板块呢开始回暖，盘面上呢这个机械行业里面的一些机床这个工业设备股呢，今天是有一个涨停的一个板块涨停的一个情况啊。那么HIT 电池呢，这个是抑制结构的。光伏电池股呢，今天也是涨幅靠前。那实际上从上个礼拜四五呢，因为消息面呢这个开会那个是市场呢对于这个 HIT 的一个未来在光伏的一个技术进步的一个角度呢是比较推崇这个技术路线。那么一些相关的股份呢也是表现比较强势像今天这个迈维股份呢这个股价呢涨幅也比较大。那机械行业里面呢，这个规模最大的这个机床创世纪呢也是股价今天涨20%。那锂矿股呢尾盘这个联湖股份曾经是股价涨停。那消息面呢，这个碳酸锂、氢氧化锂的一些产品呢是继续涨价那军工股呢也是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刺激了。今天呢是继续有一些股份的一个冲高那这个领涨板块里面呢，早盘呢应该说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这个动力煤这个煤炭焦炭板块，那也受到期货市场上涨停的一个带动了。那消息面呢，应该是内蒙古方面的这个出口这个进口内蒙古那边进口一些焦炭的一个这个方面呢，因为好像边境方面有一些要核酸检测那可能这个进口会延迟几周那这个供应这个预期收紧呢，也是扰动了期货市场上的一个情绪。但这个呢，我觉得偏向于短期了，那可能要留意呢这个冲高调整的一个风险。毕竟呢，这个前阵子国内呢投放了1.5亿吨的这个煤炭的一个产能呢，后面可能会给煤价带来一定的一个抑制。不过呢，虽然说用电旺季的一个过去但后面呢。秋季一过呢，很快又要迎来这个冬季这个用煤旺季了，所以煤价呢预计也是震荡在高位的一个情况。那移动股呢，这个上个礼拜五呢，中国电信呢是涨了20%，今天股价直接跌停这么大的一只这个价值股呢，没理由天天上礼拜五这个表现是非常没有这个理据去支持的。也就是说呢，反映的市场呢，国内的这种炒风呢，非常炒风，这个风气非常差那稍微看一下这个中电信港中港两地的那个溢价，就知道呢 A 股是明显的偏高了，并且呢，炒中电信呢肯定不能当做这个成长股去炒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呢，这个感慨国内的这种奉为炒这个炒作的一个情况呢。真的是很不适当那也是大家呢多亏钱的一些理由吧在这个股票上面呢就表现的相对来说呢比较淋漓尽致 好，那市场今天的反弹呢，我觉得跟上个周末呢国内证监会有一些这些表态有关吧，就是说要稳定政策预期跟这个制度环境，那么这个继续欢迎呢扩大资本对外开放。那么我们看到北向资金流出缓和，今天转为净流入了那外围来看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呢像一些表态之后中概股有一些反弹。那这个礼拜呢，市场会比较聚焦呢全球央行会议Jackson Hole 里面呢这个美联储呢关于缩债这个缩减 QE 的一些这个具体时间表的一些表态。那上个礼拜证监会这个证监会国内证监会开会呢，也提到呢，就要加强推进呢中美的审计工作、审计合作稳定呢政策预期跟制度环境等等。
啊，那现在来看呢，也要关注业绩表现了。政策的担忧呢，应该暂时啊，这个慢慢的去减弱啊。那中美关系呢，目前来看呢，还是啊，相对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好像有点缓和了啊。那现在主要是业绩主导的啊一个情况啊。那部署来看，我们看到很多业绩这个内需股啊，这个比如说恒顺畜业呢。这一些食品消费股啊，它的一些业绩呢，都是出现了一个增收不增利的一个情况，包括格力电器呢，那个业绩出来之后呢，实际上比19年呢还是要弱不少，啊，但是在去年呢，大部分啊那个股份呢，这个也是当做成长标的炒的，所以今年基本上属于偿债的一年了啊，所以呢这一些就看法要谨慎啊，尤其呢白酒股啊，今天这个反弹呢非常没力道。啊，那这一块要注意。另外呢，就是说科技成长股呢，一个是政策的一个受惠，另外呢，就确实啊，去年那个基数非常低，所以今年高增长的这个资金一炒起来呢，也不会看那个规模，就基本上有增长的去炒啊。那另外呢，就是说现在在高估的一些锂电池啊、宁德时代啊、这个光伏啊这些，很快这个中期业绩也会出来了啊。那么我觉得呢。啊，无论中期做得好，如果说不能再超预期的话呢，它会跌啊；如果说符合预期或者弱预期的话呢，它会大跌啊。那如果这个过程前呢，这个股票先涨上去，先调整的话呢，这个止不住啊，可能业绩出来之后呢，还有一个上望的一个机会啊。那后面来看呢，如果说能够分化呢，板块体系内部的一个估值消化呢，我觉得还是这个市场呢才会相对健康一点。啊，那今天说一个焦点板块哈，机床概念啊。那么上个礼拜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政策来吹风了，但这个板块呢是很多机构呢，在这个6月份之后啊就开始这个鼓吹的一个板块。那开始呢是出现了一个资金聚集赚钱效应出来的，连这个东方财富呢专门开了一个指数啊，叫工业母机的一个指数呢去讲，今天呢是第一天大涨了14%啊。那国资委呢，上个礼拜是要部署呢工业母机，也就是呢这个机床呢包括高端芯片啊等等的一些核心技术攻关啊。那这里面呢，技术攻关啊，一看到这四个字呢，就知道呢这个事情啊不是一两天一两年就搞得定的事情啊，所以呢很多炒作呢是归炒作。那需求来看呢，就是说未来如果看好国内先进制造呢，制造业升级呢会带来。啊，很多的这个数字化或者是自动化的需求，啊，那机器替代人呢，以及国产的一个替代渗透率提高呢，都是这个需求方面的一个 概念。那当然，需求短期呢还是要看下游啊，像这个消费电子啊，这个汽车工业啊，家电制造啊这些，如果说这些下游的需求强劲呢，才会带动呢企业啊对这种生产这个制造线的一个。技术改造的一个需求啊，才会引进更多的这种自动化的一个机器人，所以这个从需求来讲一脉相承的啊。概念来讲呢，炒这个工业机床呢因为这个智能制造了包括呢这个专精特新啊等等。那标的来看呢，规模最大的一个创世纪老牌的秦川机床以及呢这个特斯达这一些呢，都是一些可以关注的标的。那风险来看呢，就技术突破如果不及预期，那就又会落入到概念炒作。但是呢，现在市场呢，对于这一些先进制造它的一个风险溢价偏好会比较高所以呢，涨起来的话呢，这个估值也会给的比较高说明呢市场对这个板块后面成长性呢这个有一个看多的一个想法啊。那当然要警惕下游需求，就是经济周期转弱的一个风险吧。好，那么上面提到这些股份呢，没有持有。好，那明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再见。